星期四跟同学闹了一点矛盾，他就走学校里面出去了，跟同事说晚上九点回来，就一直没回，没学回学校，他就在那个有个摄像头那里消失了，后来就没有了行动轨迹。他就是留下一个学生证嘛。我们到隔壁去看的时候，我就没看到什么证据，我心痛啊，我哭的眼泪都没有了，我度日如年。哎呀，已经失踪了五天了。哎呀，祈祷这个女孩子安全的，不要这个一时冲动。人生非常美好，困难都是暂时的。哎呀，要想开啊。